かわかんない。私はめちょごあしゃんじゃ。で、老婆は家しジョン、バジスタンだ。不思議。バジスタン。我们都是巴基斯坦。你们那个国家也算中等了吧？人去这几年中国发展快。这个我们出到哪边啊？中山。你们讲英语吗？不是。讲你们那边是讲什么话？是讲英语。乌尔都有。啊。我们出乌尔都有。哦，哈哈。人家讲英语。找到了。但是那边我们的工作地方没有这么多人，很少很少人。没有超市，没有。
三个差不多一样。哦，跟这里差不多一样。哦，那是。根据我的老家一样的中山和广州一样。哦。但是我们的南的地方也很冷。哦，很冷吗？来，新疆，我们的南方，来。因为我看到你那森林族啊，就好像我们新疆那边的人，那皮肤啊，各方面呢、啊、都差不多。在这里呢，你学好中文就可以了。
像不像啊？不会移民。我不知道你说什么。我就是说，你们想不想做中国人？移民啊？移民怎么？移民外国人不会。买房子不会。对，也不会。不像我们中国人，就喜欢移民，喜欢跑到美国，其他国家，加拿大、日本。但是在中国，外国人不会买房子。嗯，对对，现在不要买，现在房价太贵了。对，对不会那事情，外国人不让，中国人可以买。也是可以买，只要你给钱就可以了，也是可以买。1000多万一套房子，那么你这不这里不太大，有一个房间，哦，就没那么大，对，这里很贵，房很贵，在中国很贵，都是日本产的，巴基斯坦，那巴基斯坦，你巴基斯坦没有自己就会造汽车啊，都是美国车，日本车。我们就日本大部分是日本的，对日本的。哦，日本车嘛。你看我们中国的电车好厉害呀，好快呀，啊。几秒就这个外国的，这个是中国的，中国的，好快呀、你看好快的，哎呦，而且好感很好，才十几万。那现在我们的国家也有中国的，不一样，在这边。啊，我知道，知道。长安公司的名字是长安。哦，长安也有。对，不好意思的，长安。比亚迪还有长，还有几个牌子，没有这么多，就两个牌子，直行通过当前红绿灯。我们这边以前的都用日本车，美国车，日本车比较多，还有德国车，那现在电车呢是我们用自己的了。电车，我们中国电车好厉害，主要特斯拉。啊，对，那个就到我们这个了。你看这个好快了，一提速哇，吓死人。变白以后，那里应该这种车多哈，丰田车。这个，看到了。对，好多有这个。嗯。我的朋友说了，这个地方也很贵。好贵啊，2万多啊，一天的。因为它这里靠海。保持直行，走右侧两车道。这个
这个出深圳对吗？这个 bridge 应该还不行，还没通啊。啊，我觉得这条马路啊，上面那条，还不行，还要还没通。这个方便你这个高速是广州、深圳、江门。
11 बज गए, टाइम क्या हो गया, 1 किलोमीटर रह गया बस पहुंचने वाला।都是这样的，都是因为钱，好不好？欠钱的。
欠几千万，这都不是事。那个都是中字头的。那你算一下嘛，一栋楼房下来都多少钱了？那肯定啊，给你们数字，我们那里是二十栋。一栋多少钱嘛？你欠个几千万，真的不是事，好不好？连那供应商呢，连材料嘛，你欠几万，有多少人扛得住啊？供应商是扛不住，但是对他来说不是事。关他关他了事啊！你反正一直叫你送，一直叫你送，没完了，钱是没有，我们工资没发呢，这个送来的工资。你不送的话，你很难结钱的。啊，你不送。停，更加接不到。送你的话，你又扛不住。要么就你一开始，就是说现钱那种，我宁愿便宜给你，我也不给你拖欠那种，你才能结得到钱。我肯定要现钱的。你想想，中国中字头的公司，你想现钱，你想了想什么？那你就送不了，真的关系不够，你真的要不了这个钱的。没有的，因为这都是他都是属于国企的。400米处。路左侧有限速80拍照，当前车速91，您已超速。当前车速91，限速80，请减速。请走左侧三车道，保持主路行驶。工资没发了，再不发他妈又休息了，不可能拿我的自己的钱吃饭，对吧？你能干多少钱啊？拿自己的钱吃饭，帮你干活。不是，最怕是后面拿不到钱，这才是最坑的。你不怕，反正老板也是我老乡，我怕你不怕，就说，妈的，我不跟你拿我自己的钱吃饭吗？拿钱吃饭呢？老乡要怎么样？兄弟的都能拖几年，别说老乡。这几年没关系，但公司拖嘛，现在是公司打款了吗？原来是每个月十号之前。现在拖了几天了？十号之前，现在今天的十号了，没有啊？你干嘛？明天礼拜六了，更加没有了。礼拜天那更加没有了，是吧？一般是礼拜一到礼拜五的，或者礼拜一到礼拜六，礼拜天。礼拜六没有的。礼拜六也没有。礼拜五的。那你就礼拜六、礼拜天是没有的。那你就要过了这两天看看有没有了。是啊，这个近，我一到了，一下了雀鹰岭就到了。哎，我还是很近的。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2.4公里。巴勒斯坦的首都是哪里？巴勒斯坦的首都？首都是什么？听不懂吗？就是你们巴勒斯坦的总统所在的地方。总统的地方。啊，我知道。听不懂啊？但是巴勒斯坦还有好远。前方路段限速60。叫什么名字那个地方？嘎萨。嘎萨。有多个违法拍照，请按交规行驶。对。还能听懂，保持直行，还是有点印象。走左侧三车道，卡拉奇吧。我的是卡拉奇，对。哦。啊，首都不是卡拉奇，伊斯兰马巴的。伊斯兰马巴。对。700米后向右前方行驶。但是卡拉奇是好像上海，那个工作的好多公司好。走右侧第二、第三车道。你们首都跟我们中国上海相比，怎么样？没得比。啊，什么首都？就是你们的首都跟我们中国上海比那个环境了，哪里好一点？啊，当然中国好一点。上海算是世界蛮好的了。对，没得比的，这是。对，还有个大金融中心呢。北京都比不了上海。哎，对，北京比不了。北京只是说地方大哦，
不是北京人，但是我们的首都没有这么多人，肯定没有啊。那你们那个地方也小一点嘛，首都肯定会更加小嘛。三千人在首都，首都在大部分人江湖对，部队注意。江湖的人大部分就在那边，那必须的。对，江湖的人不在首都，在哪？150米后，向右前方进入右转专用道。进入右转专用道，右转。我们北京首都主要是行政中心的，不是经济中心。上海是经济中心。向右前方行驶。300米后到达目的地。你们的工地，你看一下。即将左转。左转，进入新湾路。请走最右侧车道，300米后向右前方行驶。请走最右侧车道，即将向右前方进入右转专用道。进入右转专用道，右转。保持直行，走左侧两车道。当前道路限速40。保持直行，走最左侧车道。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800米。前方路段限速60。600米后靠左行驶，请提前走左侧车道。请走左侧车道，400米后靠左行驶。请注意，请走左侧车道，即将靠左沿主路行驶。靠左沿主路行驶，请尽快走右侧两车道，300米后向右前方行驶，往和敏路中准道方向，即将向右前方进入辅路，向右前方进入辅路。500米后靠右行驶，前方红绿灯路口直行，走右侧第二、第三车道。前方红绿灯路口直行，走右侧第二、第三车道。直行过当前红绿灯，随后250米靠右行驶，请走右侧两车道，200米后靠右行驶。请走右侧两车道，即将靠右沿辅路行驶。靠右沿辅路行驶，400米后右转。200米后右转，即将右转。200米后到达目的地。没关系，你可以停在。